这货一卖货，粉红背心又出来了。我是女舍友，女舍友，女舍友。承接上一个月的三款热身的单品啊 ，Guest Station 万物有灵主题第一趴大自然的全部单品，这次要来了。那我们这回有三款短 T、两款裤子、帽子以及托特包，通通安排上。大家最期待哪一款？哎，在公屏这里可以走一波案。来，第一款啊，总共五个颜色的成衣染水洗短 T， 非常做旧的感觉。这也是我们今年第一次做成衣染色工艺的短 T 啊，它用的是一个避蚊染的一个绿色环保，对皮肤比较友好的一个染色工艺。那这种成衣染的工艺呢，其实它能展现出来比较做旧、比较复古的感觉。但是大家注意一点啊，就是它会随着你穿得多、洗得多呢，它会呈现一个自然的落色。那所以大家洗的时候要注意，不要跟其他队友混在一起。那这回呢，我们精心挑选了五个颜色，除了刚才的紫色跟蓝色之外呢，还有就是粉红、绿色以及水洗灰。口袋上面呢做了一个同色系的高密度埃珍绣花 Guest Station 加小花 logo， 是啥花？路边的小花，那嘉哥的小花你尽管采，路边的小花我采，你不要采，嘉哥的小花你可以随意采哈。那这下摆的位置还遵循了这一回的主题啊，加了一个大自然的布贴，我觉得整一个设计还是非常耐看的。撞色 logo T 来了啊，这回同样做了有五个颜色，但值得一提的是呢，我现在身穿的这个紫色撞粉红呢，我们要稍微的等多一个星期啊，因为面料的问题。不过呢，大家可以先加购起来。总共五个颜色的撞色 logo T， 我们这回用了比较舒服轻薄的水厚约230克，32支双纱丝光棉，这手感呢，其实摸上去呢会比较滑，好滑，像跟我一样，是不是？滑滑，真的很滑，而且它穿上去会有一点点的凉感，加上呢我们全部是有经过一个普洗的定型的，所以不用担心会有缩水的这个情况。那 logo 上面呢，我们用了一个撞色工艺，是用了一个拔印的印刷工艺，所以呢你不必担心它会有这个异物感在前面，它就是异物感，不会凸不会硬啊，哎，干什么呢？这一个基础T它主打的就是一个好穿、亲肤、舒适。下摆呢，同样是有这一次的主题布贴，五个颜色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这个等多一个星期，加购起来，这个要等多一个星期。好，价格也后面再公布。空气感发型，你看。我是故意的吧？我是故意不小心的。花卉图案印花 T， 其实我们正面做大图案的 T 恤还是比较少，但有的朋友就喜欢正面大图案嘛。我们又不能说哇满幅那样子太夸张了，所以还是比较就节制的做了一个花卉哈，加这一次的主题印花。这个小花还是蛮浪漫的哈。哎，可以情侣装了呀。可以情侣装了。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件 T 恤哈。我以为你说个人喜欢情侣装。情侣装也是很喜欢的呀，谁不喜欢情侣装？一身呢采用的是一个水厚320克，它就比较厚重的这一件。对，但它跟我们那一款爆款口袋 T 的320克又不一样，因为那一款呢，它属于是一个有点带麻棉质感的，你会觉得它很蓬。这一个呢，它是一个26支双纱的一个爽棉，没有那么厚重，但它是密的，是320克的，可以这么形容哈。那同时呢，也是经过了普洗了，所以就不必担心这个24吸水。每次说普洗，我都有点奇怪感觉。普洗。正面印花是用一个爽印，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四月份这一波呢，所有的颜色都是比较缤纷、比较鲜艳的，紫色、绿色、红色，而这一些呢，也是今年夏天非常流行的一个色调。今年夏天你就穿大红大绿就 OK 了。像如果去年你买了我们的梭子短裤啊，然后那个毛圈裤啊，其实你去搭一身，你看我们模特图当中就有这种小心机了，还是很好看的。那后背呢 ？Guest Station 的一个 logo， 呼应一反，都是呼应的啊。我个人很喜欢这款 T 恤。T 恤说到这里了，接下来说一下，亲肤、透气、丝滑，刺绣 logo， 侧缝西短裤。哎，算了，不要衣架，衣架驾驭不了它。那我一直也在穿着在身上面，这样来换。小开叉，是说要对自己的兄弟好一点，对自己的亲兄弟要好一点啊。在左侧的位置呢，也有这一次的主题 Guest Station 小花 logo， 同色的一个刺绣，所以它还是比较有细节感、高级感。采用的是200克的一个细斜纹西裤面料，带有一点点的微弹，而且它非常透气。其实我觉得西裤面料，首先你要垂坠，然后你要不易皱，你还不能说太厚。走。哦。你看，有点那味了啊，并且呢，整一件的车缝工艺呢做得还不错，给大家看看上身效果吧。直播间学来的一个操作，梯子，
后面也是有布贴的，你看，然后这个小细节纽扣，前面做了一个打折，所以呢，它看起来就会比较立挺一点，丝滑。不是，你应该要像那些阿姨啊，像那些阿姨这样，头发，不是这样。从来没试过咁清新脱俗的感觉。那为了照顾一些不想穿腰带的兄弟，后背啊做了一个弹力腰带，系腰带也可以，但是不系腰带的话呢，它也能牢牢的套住在你的命根子上面。什么东西啊？牢牢的撑住。我一般不系，因为我撑得住，对兄弟好一点。要买就买三条，三个颜色各安排。我穿了裤子了哈，不要说我没穿裤子。别搞这些正经频道啊！我们的做旧工装双膝裤哈，这回做了一个算新品吗？半新品吧。面料换了一下，因为之前那一款面料呢，真的没了，真的没有了。这是380克嘛？之前那个是。那这一款呢是水厚去到310克左右，同样呢都是一个全棉的珠帆布。上一批很多朋友说为什么不做黑色呀？这不就有了嘛？然后浅灰跟这一个军绿啊，都给大家重新安排上了。跟上一批呢，其实颜色上面略有不同。这一个灰它会更加的偏紫偏白一点点，其实上身也是非常有效果的。而这一个军绿呢，它会更加的偏橄榄绿的颜色，就更绿一点。所有的细节处跟之前都一样了，我们就是用卡尔的 B136 的裤型，然后侧面的一些反锁的口袋全部取消掉，但是该有的这个绑带还是有的，正面的这个双膝的布贴呢还是保留了，并且呢是有非常漂亮的定制的5斤的铆钉跟这个纽扣，非常帅哈。腰围这方面呢，我们肯定是做大不做小的嘛，所以大家有必要记一下就记一下，但我的建议是撑住好不好，做男人撑好，他好我也好。然后这个面料呢，它是比较偏夏季一点的，310克水后变透气，待会再说哈。波特包，这一回是我们第一次做包包啊。我相信也有很多朋友就很期待我们做一些除了衣服裤子之外的单品，今年你会更加多的看到帆布工装裤、帆布波特包，穿上一定骚。面料16盎司的这个珠帆布，内里呢选用一个细的斜纹布，所以它整体看起来呢就非常的板正、挺阔有型。只做了100个，对，我们就限量100个。对，先试试大家的反应吧。里面还有一个拉链小口袋，就你可以把里面放一些你的什么存折啦、什么钻戒啦、龙凤镯啦、金珠啦。里面其实做了很多加固的工艺，都是为了让这个包包它变得更挺阔，而且更耐造。正面是一个花卉图案加 logo 的一个刺绣，这个刺绣真的要夸一夸。哎呀，哇，光泽感好好哎，好有点光泽是不是？后边呢还是会有一个贴布的小细节，两个长度的一个挽手，你可以手提也可以侧晃。那我们再说下一款咯，就是蜿蜒帽。为什么留到最后才说呢？因为怕弄坏我的发型。一款校园字体的刺绣，然后这边是手写字体的前后刺绣，两个颜色、三个颜色供大家选择。面料统一，采用的是一个纯棉的斜纹面料，帽身采用的一个双线的缝制嘛，整一个版型啊，其实我们也调了好多回，牺牲一下我的发型哈，先戴这一个。因为你帽子你不戴上去的话，你没办法感受得到啊。首先就是深度。它是够的，就整一个大头你就可以套得进去，然后后面呢是有一个金属的调节嘛，最重要的是两边它比较贴合，它不会翘出来，这个很重要。因为现在有一些帽子它版型不好的时候呢，两边会翘起来，就本来你头大了，它两边翘起来就显得你更大了。然后帽檐它够长，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长的，我觉得如果太短的话呢不好看，有点滑稽。弯度你可以自己调节哈，但是我们一开始调节的这一个弯度呢，它已经是比较适中，不压头的。如果回到家就运输过程嘛，可能会把它压扁一点点，你可以把它再掰一掰，那还是可以的。最后公布售价环节，成衣染做旧 T 恤118，这个价格是非常有诚意啊，因为碧纹染其实工艺什么的都是比较贵的哈。撞色 logo T 主打的就是一个信仰跟舒适，88，交个朋友。88元啊，好意头啊！但紫色呢会稍微晚一个星期，可以先加购起来。然后右姐身穿的这个小花，4个颜色。108，这个也是 gas station 的一个主流报价，跟玩一样的。没关系，大家开心就好啊。非常舒适的垂感抗皱西裤，159块钱，3个颜色啊。然后这一次就更加适合夏日的双膝裤，上一波是188，那这回薄了，成本是一样的，工艺各方面的还是一样的哈，
180块，我自己砍一刀，不用你们砍。帆布托特包100个啊，只做了100个，128块钱一个，128，比同类要便宜不少了哈，做着玩一样的啊。帽子啊， 单色双刺绣以及单刺绣双色的，统一都是78块钱一顶。那上市上新的时候，我们有做一个满300送一个复古的汽车旅馆钥匙扣，这回呢也还是有的，满300就送一个，颜色随机，对，赠品有限，送完地址，好像已经库存不多了，大家抓紧一下啊。以及上一波啊大家非常喜欢的双面 T 呢，我们这回也会同步的补货啊，一样是卖108的。那以上所有这些单品呢，会在21号晚上7点都在我们的淘宝店铺 Gaston 嘉年华准时开售，喜欢的话先加购起来。以上就是我们本次的上新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那我们下一趴也是下一个月的主题，就会去到 Race 的，敬请期待。这期节目不要忘了加关注，我们下一页。简单的。